关心，但不能被看见。想念，但不能被发现。结果，关心，但不能被看见。想念，但不能被发现。传承作为主打，攻入欧洲市场，给会员制的大型商场供货。一旦产品热销，我就让欧洲金融界的朋友帮忙背书。到时候见而不语，把彼此当成透明的陌生人，才是对我们最好的距离。只有失去在乎与被在乎的权利，才不会给对方带来压力，才能给彼此真正的自由。